今天下午全台湾各地的天气还是相当的高温炎热，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中暑了。接下来呢是今天下午各地的天气预测。好，首先来看到北部地区，基隆32到34度，台北是32到36度，新北是32到36度，桃园31到35度，新竹31到34度，苗栗31到33度。中部地区，台中32到34度，彰化32到34度，南投31到34度，云林30到34度，嘉义31到33度。近日看到南部地区，台南31到33度，高雄32到34度，屏东31到35度，都是晴天的好天气。东部宜兰31到35度，花莲30到33度，台东31到34度，也都是晴天的好天气。外岛连江27到30度，金门29到32度，澎湖29到32度，多云到晴的好天气。